在这片大海孕育的神奇土地上，千年连天烽火，无数兵戈硝烟，锻造了天津这座连名字都饱含水色的城市。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几乎被战火一字不落地镌刻在天津的每一个角落。长夜漫漫，这座在海水与冰火中历经沧桑的城市，期盼着能迎来海清河晏的一天。终于在1948年年末，天津听到了一支特殊的军队吹响了进军号角。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等待天津的将是一场彻底改变历史的伟大战役。风光秀丽的子牙河畔耸立着一幢古朴庄重、气势恢宏的建筑，来这里参观的人们满怀敬仰之心，因为这座雄伟挺拔的建筑正是承载了天津那段辉煌历史的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在纪念馆的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把60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真实而立体地再现在人们的眼前。1948年11月下旬，华北大地上出现了一幕幕蔚为壮观的场面。百万大军围绕着两座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和天津，展开空前规模的兵力机动。他们的目标清晰而执着，步履迅速而坚定，他们的一举一动牵动着西柏坡和南京的目光。聊城战役结束以后呢，国民党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就成了惊弓之鸟。对于他的去向，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面临着两难选择。蒋介石考虑过呢，放弃华北，把这个集团呢南撤，去保长江防线或者是加强这个淮海战场，但是呢又怕因此产生政治上的不利影响。傅作义呢怕南撤以后自己的部队呢被蒋介石吞并掉，但是如果跑回他的老地盘绥远呢，又怕是势单力孤，难以生存。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估计啊，东北野战军打了辽沈战役这么一场大仗，至少得休整3个月以后才能入关。而当时解放军华北军区的部队在兵力上又不占优势，所以他们认为华北啊暂时是没有危险的。最后呢，蒋介石就决定啊斩首平津，同时呢又控制塘沽的这个海口，这样一旦形势不利，就可以马上从海上南撤。基于这种考虑，傅作义于1948年11月中旬开始调整兵力部署，把华北剿总下辖的50余万人部署于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共25个师防守北宁县，一旦东北野战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以傅系的1个兵团共17个师防守平绥县，一旦形势不利就西撤绥远。蒋介石和傅作义各自打着如意算盘，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们这种首鼠两端的心理洞若观火，命令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把傅作义集团遗留在华北就地歼灭。于是在辽沈战役结束仅3周后，东北野战军的80万大军昼夜兼程，宛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向平津地区秘密而迅速的开进。形势的发展再度出乎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预料，仅仅过了1个月，
傅作义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三支基本部队被歼灭，包括他赖以起家全副每卸装备的35军，余下的40万兵力被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100万大军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和塘沽这三个孤立的点上，处于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无路的境地，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在天津以西10多公里外，坐落着一座比天津城的历史还要长数百年的小镇，这就是津西历史文化名镇杨柳青。因为这里物产丰富，像有余杭之力，宛如北国江南，人称北方小苏杭。当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路过杨柳青，被这里的秀丽景色所陶醉，留下过春深水暖家鱼味，海尽风多剑客林的诗句。杨柳青的年画驰名中外，和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为南桃北柳。不过这个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注定要在解放战争的史册上刻下自己的身影，因为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不过无论是在西柏坡运筹帷幄的毛泽东，还是平津前线的将领，还是希望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毕竟北平是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古城，而1948年的天津则占据着当时中国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一旦开战，这两座城市就有可能毁于战火。因为北平、天津都是大城市，中央为了使这两座城市免遭战争的破坏，所以开始考虑是先打下塘沽，控制出海口，先歼灭小的，孤立大的，这样呢，迫使平津的守军呢放下武器。但是前线的指挥员经过现地考察之后发现呢，塘沽附近河流盐田地很多，冬天不结冰，这样呢既不便于我们构筑工事，又不便于展开兵力。而且守塘沽的国民党将领侯进儒，他把他的指挥所呀设在军舰上，只要见形势不妙，他们很快就能逃走。当时我们在海上的办法不多，所以中央最终决定还是先打天津。从当时天津的防御来看，这一仗不好打。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就开始了对天津的刻意经营。1946年11月，蒋介石给天津派来了一位新市长，细心的人马上发现这位天津新贵的特殊之处，因为这个人不是普通的文官政客，而是一位陆军中将，他的名字叫陆建石。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夕，蒋介石把杜建石放到天津市长这个位置上，可谓用意深远。也许是领略到蒋介石的意图，到任后的杜建石马上着手大规模修建天津的城市防御体系。1948年6月，因战事吃紧，在傅作义举荐下，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走马上任。他见到杜建石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打仗的。”这位狂妄而好战的将军夸口要把大天津堡垒化。今天，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天津市区里，还能看到杜建石、陈长捷当年炮制的杰作。从这些碉堡的结构和规模中，仍旧能感受到半个多
世纪前，他们构筑天津城防体系时的用心之深、投入之大。天津早先是有城墙的，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以后呢，就给拆掉了。没有城墙，这个城防体系怎么办呢？杜建石啊，就在天津的周围建起了这个碉堡群，啊，非常的密集，连同室内和纵深的碉堡加起来啊，有1000多个。在这个碉堡的外围呢，挖了一道宽10米、深3米的这么一个护城河，挖出来的土就往内侧一堆，这样呢，在里侧呢又形成一个啊高4米、宽2米的土墙，整个防御体系呢就构建起来了。陈大杰上任以后呢，抓了10万民工，进一步大修工事。杜建石修的主要是民堡，而陈大杰修的呢主要是钢筋水泥的暗堡，这样呢民碉暗堡纵横交错啊，密密麻麻。而且为了扫清社稷啊，陈大杰还命令就拆毁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面的所有的民房，制造了纵深10公里左右的真空地带。那么在这个真空地带呢，一共埋了4万颗地雷。陈长杰知道，天津建成600年来，城防体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固严密。虽然他也明白，这样的攻势最终还是挡不住解放军重兵的进攻，一旦开战，最终难免兵败城破。但是他希望自己坚守的时间尽可能的长，他的期望值是3个月。陈长杰没有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军队拥有的装备早已不是数年前的小米加步枪。此时人民解放军架在天津城外的已经是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的美式机枪和大炮。这边陈长杰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那边一位年轻的将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主动请缨。他就是陈长杰的福建老乡，时任东野参谋长的刘亚楼。刘亚楼是我军著名的儒将，他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就屡立战功，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将才难得。抗战期间，刘亚楼曾担任抗大的教育长，后来又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在解放战争期间，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平津战役前，刘亚楼力主先打天津后打塘沽，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后来他又毛遂自荐，请求担任攻打天津的前敌总指挥。为什么呢？因为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主要是在司令部进行指挥，没有单独的指挥过大部队的作战。他想，这个平津战役一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基本上就完了，很难再有机会去打大仗。他想在战争中呢一展指挥才能。最终啊，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其实国共两党在天津的较量早在2年前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杜建石在战火还没有烧到天津前就开始大修城防工事，可算是未雨绸缪。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在同时启动了获取城防图的行动。行动的主角之一正是当时在天津市公务局参与城防施工的麦玄坤。天津的战役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天津的城防图是提前已经我们的第一次野战军先知指挥部已经知道了，已经拿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攻打的一些战略布局。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能量远远不止于此。天津历来是南北人物荟萃之地，清末民初由于政局动荡，作为当时政治漩涡中心北京的后方，天津更是成为达官显贵、失意政客、下野军阀和其他社会名流钟爱的寓居之地。为数众多的名流故居成为天津一道独特的风景。坐落在鞍山道上的静园就是这样一座颇有代表性的住宅。静园其实并不宁静，当年溥仪曾在这里居住过。据说溥仪给这座院落取名静园，表面上是清静安居、与世无争的意思，而实际上这位满清的末代皇帝是想静观其变，静待时机。到任天津后的陈长捷把静园作为自己的住所，每天就从这里坐车去司令部上班。但陈长捷怎么也想不到，负责安排人员护送他上下班的警卫连连长王亚川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一举一动始终没有逃过王亚川敏锐的目光。由此可见，天津战役还没打响，国民党已经在暗战中先失了一招。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映照出怎样的城市容颜？一连串的追问催促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如果不是这块标着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的牌子，这座宁静的小院和杨柳青镇上的其他民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天津战役的部署就在这幢再也普通不过的院落里出炉。战役行动发起前，刘亚楼还在这里自导自演了一出好戏。作为进攻的一方啊，如果你的主攻方向被对手探明了，那么打起来你就被动了。当时呢，天津方面两次派人和刘亚楼来谈判，刘亚楼呢就决定要迷惑一下陈长捷。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呢，他就把谈判的地点呢放在天津的这个北边。到第二次谈判的时候呢，他倒是放在杨柳青了，就在他指挥部那边了。他先让部下呢把这些谈判代表呢安排在一个屋子里啊，让他们等着，告诉他说刘亚楼呢20分钟以后就到了。然后刘亚楼自己呢就坐着吉普车出去兜了一大圈，再从杨柳青的北边这么过来。谈判代表一看，哎，刘亚楼还是从北京北边过来，所以回去就一报告。那么陈长捷就判断说，估计刘亚楼的指挥部就在北边，那么他的主攻方向肯定也在北边。所以后来在天津战役打响的前夜，陈长捷呢把原来部署在市中心的守城部队啊，把里面最强的主力要不要师就调到了北面，这样呢陈长捷就上当了。当时的天津南北长13公里，东西宽5公里，高大的建筑物大多在南部，中部大多是一般的平房，北部则比较开阔。陈长捷把较强的部队部署在北部，
较弱的部队部署在南部，形成了北部兵力强、南部攻势坚固、中部兵力和攻势均不很强的特点。正是凭借着准确的城防攻势图和天津地形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刘亚楼迅速制定了天津作战的具体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按照刘亚楼的部署，担任天津作战的东北野战军确定了两个主攻方向，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为西集团，从和平门两侧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以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军为东集团，从民权门两侧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另一部分兵力分别实施助攻和佯攻。所以形成的战役就是东西两边的军队是正式的主攻部队，然后南边的是佯攻部队，北边的是助攻部队，两边的兵力是集中在东西，从东西两方面夹击来打入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素有北方泽国水乡的美誉，多水之处必多桥，这些年代不同、形态各异的桥梁构成了天津独特的景观，记载了这座城市的风云变幻。位于天津城中部的金汤桥是天津最早的钢结构桥梁，桥名取固若金汤之意。六十多年前，随着刘亚楼手中红蓝铅笔的圈定，这座桥成为了天津获得新生的起点。因为刘亚楼把东西主攻集团会师的地点就放在了这座全长76.4米的桥上。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映照出怎样的城市容颜？一连串的追问催促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解放军全体工程将士斗志昂扬，只待一声令下。但是打还是不打，陈长杰在等待着傅作义最后的决心。和谈还是攻城，刘亚楼也在等待着最后的命令。其实傅作义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和我方谈判，一方面坚守天津，把守城作为谈判的筹码。从守城的实力上说，他在国民党将领中绝对可以排在第一位。军阀混战时期，傅作义曾带兵坚守涿州，张学良以10倍兵力围攻，打了3个月都没有攻下来。可以说傅作义创造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记录。他认为我军在短时间内打不下天津，因此他给陈昌杰的指令是坚守就有办法。对陈昌杰的最后通牒下达了，天津守军的先头部队最迟应于1949年1月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否则我军将于14日开始攻城。但是陈长杰却声称，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于是攻城的号令终于下达了。
既要攻破这道苦心经营多年、号称固若金汤的城防体系，全歼这支13万人、装备精良的守军，又要确保一座拥有200多万人口和众多工厂、商店、银行的大都市不毁于战火，对于解放军来说是全新的课题。而独立指挥这样一场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城市攻坚战，对于一直在司令部运筹帷幄的刘亚楼来说，更是空前的挑战。中央给刘亚楼的是34万人、3天时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给刘亚楼的时间是48小时，而刘亚楼为自己定下的期限是30个小时。1月14日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500多门大炮一起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数千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的民碉暗堡。随后，各路工程部队如猛虎下山，在预定地段突破城防，像潮水一样从各个方向涌入天津城内，迅速向预定的会师地金汤桥挺进。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前，陈长捷意识到支撑的时间不会太久，但是出于对傅作义的信任，他还是相信坚守就有办法。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关系啊非常特殊。陈长捷呢，他是保定军校毕业，毕业以后呢就到阎锡山的禁军中啊去任职，但是后来呢就得罪了阎锡山，是傅作义啊收留了他，让他到自己部队的。傅作义坚守涿州3个月，那么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里就有陈长捷的身影。1948年到天津之前呢，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西北行营第8补给区的司令，这当然是一个肥差了，但是陈长捷是想在战场上有所作为。这个时候呢，是傅作义把他从兰州调到了这个华北啊，出任天津警备司令。所以陈长捷和傅作义之间呢，我给他概括一下，他们之间可以说是有着患难之交啊，袍泽之谊和知遇之恩。15日凌晨，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陈长捷精心营造的整个防御体系被拦腰斩断，国民党南北守军就此被彻底割裂。关于天津战役，有这样一组著名的镜头，体现的是当年工程部队会师金汤桥的战争场面。据考证，这组镜头其实是1950年苏联电影摄影队来天津拍摄纪录片的时候补拍的。金汤桥畔当年激烈交锋的战场，已经被辟为风景秀美的会师公园，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所在。当年为了便于电车通行而修建的金汤桥，如今已禁行车辆，它的桥梁功能显然不复当年，但是它所承载的那段辉煌历史已经成为天津人最珍贵的记忆。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解放桥，不过天津的解放桥却扮演着特殊的历史角色。从桥头的这块碑刻上，我们知道它的原名叫万国桥，建于1926年，因为地处法、俄、意租界内，所以被称为万国桥。1948年，
万国桥改名为中正桥，天津解放后才更名为解放桥。历经八十多年的岁月风雨，见证了天津的苦难与辉煌，解放桥俨然已成为天津近现代史的一个立体柱脚。1月15日清晨，陈长杰在指挥所的地下室里通过电话向傅作义汇报战况。这是天津被围后他和傅作义的第一次直接交谈。傅作义终于松口，同意陈长杰接洽和平。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也是他们在这场战役中的最后一次交谈。因为当陈长杰放下话筒的时候，一名解放军军官已经带着几名战士持枪站在了他的身后。地面上战斗还在进行，地下室里天津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已经成为阶下囚。陈长杰后来回忆平津战役时说，他也知道要塞固守没有不陷落的，但是天津战役还是有他四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东北野战军入关这么快，二是没想到解放军挥师张家口出奇制胜，三是没想到天津工事这么坚固却被解放军一夜之间大波突破，四是没想到解放军攻城的第二天他就当了俘虏。位于和平区南京路上的耀华中学是天津市的重点中学，这座由中国人集资34200银在英租界建立起来的学校，本身就是近代天津人自强不息的标志。学校初建时定名为天津公学，后取光耀中华之意，改名为耀华中学。其中寄托了历经近代屈辱的天津人对国家富强的殷殷期盼。不过在60多年前的那场大战中，耀华中学的角色从学校变成了堡垒，这里成了天津城内国民党军最后的重要据点。这几幢坚固的小楼变成了国民党94军43师近3000人负隅顽抗的工事。大概是3点，下午3点，在耀华中学几个军队，就南北东西军队在耀华中学会师，标志着天津战役的胜利，也标志着天津的解放。这个时间是在1949年1月15号下午的15点，下午3点，说明天津解放是这个时间。在耀华中学教学楼的外墙上，战争留下的弹痕如今依然清晰可见。今天这些风华正茂的少年或许早已从老师那里了解到，自己就读的这所学校当年曾经饱受枪林弹雨的洗礼，而那场伟大的战役也正是在这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到1月15日下午3点全歼13万守敌，前后仅用了29个小时。这场全国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就落下了帷幕，比刘亚楼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1个小时。天津解放6天后，傅作义终于选择了和平道路，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天津战役留给历史的不仅仅是一个经典战例，还有它所创造的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集团的典型方式——天津方式。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借鉴天津战役的经验，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攻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时光荏苒，
60多年过去了，当年弥漫的战火硝烟已经凝固成天津永恒的精神财富。孕育这座城市的大海依然以亘古不变的节奏潮起潮落，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时时惊喜地发现，他们祖祖辈辈深深眷恋的城市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昂首前行。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一连串的追问，引领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